要选第一次啊！等一下，他口水已经喷开了。哎，游戏玩半分钟，你们清清半分钟。快一点呐！刘璇，瓜哥，我有一个想法。你什么想法？这个 idea 应该不错。如果被抓到，要安全之吻，那个人都由我来执行的话，他们就会走得很快了。哎，这样有道理哦。这处罚道具啊，那条是惩罚他们的工具啦。郭忠哥先抓，对，郭忠哥刘璇啊，给他情侣装，你看看。不是，其实我们三个也算是情侣装。你这算骗？哎，真的，演艺圈就没有被骗了。你这个算有点硬凹了，真的吗？不是，我在荧幕上还没有跟任何人安全之吻过。太好了，今天就让你安全之吻。恭喜你，机会来了，机会。郭忠哥一定会完成你的梦想。这个刘璇呢？对呀，哇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太棒了！我今天脱光被不要脸了。哇！来就位，就位，就位。哇，这游戏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好看的。不行抓，一开始不能抓那根哦，刘璇，你只能抓你这一根哦，不能抓。没抓。不是，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等一下啦，还没啦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能抓那根，你先回来一点啦。五四三二都不能抓那根，你现在两只手才能。对啊，两只手都要在这里啦。对对，不能动啊，不能动了。你怎么？哎，你怎么偷椅？你不能偷嘛，回来，回来，你不能偷。哇，你要讨假包，你不要咬了。马哥，这样过，还不用开始，你们上去啊。等一下。郭忠佑现在是半蹲的姿态，摇着刘璇两只脚，不知道去哪了。待会，要抓到，我看这里两点，不能往前了。就抓。刘璇，不能逃，去哪里？不能逃，去哪里？要去哪里啊？我要跑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刘璇，你下来就输了吗？你回来啊！输了，来来来，我先走了。你来，待会，等下再惩罚。马国碧太爽了，太晃了啦！你为什么你都不动了？为什么？不是，郭忠佑真的很晃。我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。我只要想到等一下，我就觉得很紧张。很紧张哈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你不要一咬，牙一咬，等一下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刘璇在这儿。我跟你讲了，我是季永勋哎。刘璇，我跟你说，你闭眼睛好不好？你闭眼睛，不是，因为我怕他看到，我听不下去，我闭眼睛。不要让你看到我的眼睛。你闭眼睛，我在拍还是看到你啊？不要，你到这里，然后眼睛一闭，一声碰一下就好了。碰一下就好了。那就碰到了，对，我们碰一下就好，碰一下的。没有动。请救！天哪！刘璇第一次，刘璇这辈子第一次。刘璇，我不会动。好，刘璇第一次。等一下，他口水已经喷开了。哎，游戏玩半分钟，你们清一清半分钟。快一点呐！刘璇。怎么了？一个，开心，还有一个，你怎么了？这样承受得了吗？